委托，这个动语属于程序主动语。对，这个程序主动语，也就是说，把之前已经有一些会有一些行动的主题呢，委托个委员会，这程序主动语，这个委托呢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实质性主动语，基本上内容就差不多，所以呢，也不单独说了，这个说的过程呢，就是主持的过程呢，给那个与那个。复数动语，都是非常类似的，虽然说它是主动语，但有一点不同，那就是说由议题带决，和没议题带决，这是它的不同点。当然有人当无议题带决的时候，有人想提出对会议中已经采取行动的，那一个事件，就委托某个委员会，它可以动议。有人复议之后呢，主持人可以这样宣布议题。有人动议，有人复议，委托，某一个动议，是否有人要发言？这个是可以辩论的，也可以修改，这个是它这个动议呢规则特征呢可以看后面呢是第25，第25，它是后面有列举，这个发言呢也就是说可以辩论，那在如果是等辩论结束之后没有人修改了也可以修改，那主持人呢这样可以提请表决。当前的议题是委托某一个动议，所有赞成的请说赞成，然后暂停一下，下面请反方表决。所有反对的请说反对。表决之后呢，下面是宣布表决结果。赞成方获胜，动议获得通过。然后宣布一下效果，也就是把委托委员会。那下一步，然后再宣布一下。下一项事务是什么什么？如果否决的话，可以这样宣布。反对方获胜，动议被否决。当前的议题是什么什么？